用精神去感受传统与西洋的韵味，在这方舞台上激情碰撞，用心灵来倾听民乐和交响的节拍，在这片土地交融回响，激情高歌，演绎海外华人努力拼搏的缤纷诗行，雅歌齐鸣，唱响华夏儿女爱我中华的华彩乐章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这里是由雅歌音乐文化艺术协会举办的中国新年音乐会的现场，我是朱萌，我是主持人童宇恒，我是鹏鹏，很高兴与大家欢聚在这儿音乐的殿堂。